大家好，我是 Bimser International 的 Sam。 在接下来的视频里，我将会向你展示我们公司的事务处理管理平台 eBA 的功能以及其是如何运作的。在登录进 eBA 的网页应用后，你能看到一个完全数据化的有偿病假通知，这个表格包含了所有信息，包括通知内容、日期、签名等等。如果你点击流程表选项，表格内容将会以流程图形式展示出来。在用户填写表格和制作流程后，eBA就会向人事经理发送一份只读的表格，以供核对。一旦经理核对无误后，所有信息将会被存到数据库，并作为记录。如果发现信息有误，经理将拒绝申请，表格也会被销毁。我现在向大家展示一下整个操作流程。我现在填写一些基本的琐碎信息，然后我就按制作表格，凭着出色的预设功能，eBA会根据是否存在留空的必须项而向用户发出警告。在提交表格后，表格将被存到数据库，流程会显示刚才的流程已经被存到数据库。我们现在切换到人事经理的账号，你可看到所有的通知和提示都会出现在登录界面内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提示以处理相关文件。当核对表格资料无误后，经理可以点击批准按钮，把表格存到数据库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浏览这里的所有申请的历史记录，找回某个特定的数据表。除了网页应用，eBA 还提供具有同样功能的手机应用。在登录eBA的手机应用后，你可以使用到和网页应用一模一样的功能，例如填表、浏览历史等等。我的介绍到此为止，记得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哦。你还可以访问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，了解更多我们的产品，或者直接联系我们，预约一场免费的eBA系统展示。谢谢观看。我是 Bimser International 的 Sam。